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黑云。那我们今天玩的游戏为弹丸论破 V3， 这一代叫做新枪弹辩驳 V3， 大家的志向残杀新学期，没有错啦。那我一二代都没玩过，是不是很棒啊？然后直接玩三代，我真他妈机智。来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我他妈只选亲切啊，整的要死啊。哦，黑白熊，我、哦、好久没看到了。我一二季没有玩，然后都只有被剧透，然后第一季有看别人玩过。第一部，哦，哦，哎，好动画的感觉哦，哦，好怀念哦。僵尸找盾子，然后《枪弹辩驳 V3 这一版本其实是跟前两代没有连贯性的。所以说把它当新作玩其实就可以了，然后听说比较难一点，刚刚那是第二代哦，他把一二代把它综合在一起，然后 1.5 好猛哦。哦，然后这是动画《枪弹辩驳3》的动画，哎，好猛哦，找个时间再回去看完好了。故事尚未结束哦，对对对，哎呦，这代不错哦，目前这样看来。哦，真的哦，是平行世界的感觉。新枪弹辩驳，不错不错，来看一下。这里还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光，没有声响，我的身形也没有我的声音，还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是谁，我是谁，谁是我？嗯，看来就病得不轻啊。我伸出手，伸出那只不属于任何人的手 ，Excuse me， 那些公杀小，设法捉住我这个人存在。哦，被关在箱子这里就说嘛，讲那么多废话、啊，声音有点大声，等我一下，声音应该有点大声，这样应该可以。好，赤松风，你知道蛮正的、欸。斗气眼有点严重啊哎、欸、说实在的，推理游戏我实在不在行。苏醒的超高中级，不是超高校级吗？哦，翻译问题。一直还不清楚的我从置物柜里出来，第一个行动就是倒在地板上。来不及保护身体，额头重重的敲地板，感觉眼球深处并出火花、哦，这还蛮不错的。好嘞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哎，那个我不会每句台词念哦，你们自己看哦，我速度很快哦，我只是想要玩这款游戏，所以我不会刻意等你们哦。教室，哎，女主角大腿蛮不错的。没错，我身处在一间教室，不过这间教室对我而言完全陌生，而且他，你们看他的窗户，其实在每一代他们住的地方或待的地方，窗户都被封得很死。而且按照这个场景来看的话，其实算是还蛮先进的，对不对？多了很多奇怪的东西，并不是一边学校。哎，而且有点 3D 俯视的感觉。他并没有所有的都讲啊，我知道他有 CB 啊，他有语音。怎么了？哦，另外一边也有人就对了。哎呦喂、欸！哦，好，所以啊，大家要从置物柜里面出来，所以啊，一定是传送门啊，我知道你也有传送门，对不对？都是套路，吓不到我啦。哦，男生欸，还蛮可爱的。哦，
蛮清秀的。哦，被绑，又是被绑架的套路，都是套路，我知道的。最远中医，最远中医，最远中医同学，你好吵，给我安静点。啊、哦，什么声音？应该是被绑架了。对的，没错，我也是被绑架了。哦哦哦！我觉得他不是被绑架，我觉得他发生其他事情。靠北！而且绑架他的人也太名侦探柯南里面的黑衣人了吧？他根本不是被绑架，他是被干吧？这真的，老实说，这真的不像被绑架，这很明显就是像要被强奸啊！对啊，都是黑衣人，欸，真的就名侦探柯南里面的黑衣人，就失去意识了。然后回过神来就要置物柜，我不懂为什么要把别人绑架，然后放在置物柜里面，不懂啊？为什么要抓获？因为你是女神，嘿嘿嘿，根本没理由绑架我，没道理啊！我这么废，怎么会有人绑架我？这就是那一种感觉。而且这也是学校吧？为什么我们会被带到这里来呢？到底为什么呢？啊，想不通啊！嗯，可能是我长太帅了。想必你一定感到很困扰吧，在想这里究竟是哪里吧。不过那种事先放一边，请容我向你……哦，原来是旁白，我还以为是那个啊 ，A 按钮是不是？啊，我没有推动这个的摇杆，我是用滑鼠玩呢。OK， 好，很棒，可恶！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就左右键哦，左右键可以那个直接那个，我看一下哦。抱歉，刚刚吼了你啊！啊，别道歉，没关系的，看起来有点像侦探了。麻烦的事情是指门可以出去吧？哦，赶快逃，赶快逃！陶醉找人求救啊！嗯，你说的对。哦，很有 feel 呢这一代。啊 ！Miss Gaz， 哎哎，我也来了。这游戏原来是这么超展开的吗 ？What the fuck？也太这个机器人也太嗨了吧！啊，这何等超展开！这同学走这边，何等超展开，何等超展开！啊啊啊啊啊！我可以跑是不是？啊，我可以跑，这游戏变逃跑游戏。啊！不能走那边，走这边。沙丘，为何会有那个东西？这也太展开了吧！你叫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？Excuse me， 我现在在玩的是《魔物猎人》，在玩路破啊。原来是全逃走中啊，没有，这比全逃走中还要刺激。哦，好多人哦。我左边那女生胸部蛮大的，嗯，稍微俯视了一下。哦，这个很帅，最右边那个很帅，看起来有点像九九风格的。为什么里面混杂着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格？哦，是谁的声音啊？様子見に行ってこようか。ダメですよ。ここから出たら危ないですって。
这一带很多人呢，感觉会玩很久。あなたたち誰なの？どうしてこんなところに？これで16人すか。16人な。ここにいる人数っすよ。16人で。高中生？右下角那是高中生，那个矮子哎，跟林行差不多高。16个高中生？なんで？天海蓝太郎。悪いんすけど。つか。いや。如果所想的状况，大概所有人都到齐了。哎呦，看来你是那种很会抓感觉的那种人哦，啊，自以为。那个人看起来有点像僵尸岛盾子。好，请大家安静，保持寂静，保持寂静。真是的，不对啦，应该说肃静才对吧？我看到一副破字样了。哦，机器人。哈？被机器人包围了。不是怪物，这些家伙叫放浪铁金刚。傻小，杀人兵器啊！他这反应太大了。看，让我捏烂他的身体，让内脏从嘴巴吐出来吧。我们不是牙膏，爹。他的这鼻子跟嘴巴。既然如此，抽出双手，只把身体左右扯断，怎么样？这个女的也太……根据他放了铁金刚要很久之后的出场，北七原本按照原本计划，第一次登场不做放了铁金刚哦。我觉得放了铁金刚这个翻译真的很蠢。白痴哎！安德烈，那就出来吧。哦，是很多个黑白熊、黑白太阳、黑白之界、黑白芬妮、黑白蛋、黑白基德啊，好帅啊，好可爱啊！黑白熊仔 ，Excuse me， 我觉得完全。What the fuck？ 而且没有黑白熊啊！这样就不可爱了啊，其实还蛮可爱的。而且各位观众，那个这几只熊都是同一个配音员配的，我觉得这很屌。哦，好嗨啊！而且他内衣外穿呢。喂，这些布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动啊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放了铁金刚都出来了，这算什么？但是说到会动的布偶，而且他们还自称黑白熊仔呢。会动布偶，黑白熊仔。因为他以前被霸凌，所以封闭自己的心，所以跟感情好的朋友说话而已，对吧？黑白蛋，他感情不好啊。原来你也不愿意对我撇开心胸吗？看来似乎不会错了，这果然是如我所想的情况。但这到底是谁搞的鬼？为什么要随便乱模仿？哦 ，so this guy， 所以说他们已经知道有那个绝望事件的发生了。那情况就是他们应该有推算出说这个，因为有高中生，然后以及黑白熊这个的存在。所以他们应该知道为什么会被绑架了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厉害的才能？
这，嗯。我觉得最终最原综艺有点可疑，嗯，我也是啊。看吧，果然没出吧，他们还没有最终的记忆，最初的记忆，负责人应该是黑白分离吧，没有处理好程序就对了。这吐槽很智障哎，欸。不过就算是装睡，他睡得也好安详，还是小声说话，别吵醒他吧。哼，这是没办法。哈，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你们真的叫黑白熊，咱们一点都不重要。现在最要紧的还是你们啊。不对，应该说大事不好嘞。没想到你们竟然会忘记难得的才能，变成平淡无奇的高中生了。啊，忘记才能？根据设定，这是因为狩猎超高校级的缘故。你们几个是狩猎超高校级的行动的蓄积，变成另外一个人哦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？对了，现在你们几个说这个也白搭。总而言之，得让你们快点想起真正自己才行。对啊，找回记忆，亲手捉住被封印的才能吧。啊，啥？你已经起来啦？我听不太懂那个被封印的才能是什么。总之就是他们忘记自己的那个才能。问题太多了，这样完全无法继续下去了。对啊，问题太多了，他们。我们又不是被爆出正在热恋的明星，黑白蛋都不讲话，欸。好了，赶快开始吧！平凡角色大呼小叫的模样一点都不有趣嘞。那先把你们那不起眼外表变可爱一点吧。So this guy， 哦，有衣服，欸。啊，是这样的吗？这是这样的游戏的吗？我忽然有点想关游戏了，什么概念？傻小。哦，女主角蛮正的，胸部蛮大的，包包是多余的。他应该是音乐家吗？哦，哎，这衣服怎么回事啊？嗯，很棒啊，现在打扮很符合超高校级的称号呢。超高校级是，接下来就是你们期待已久的技能，耶哈！觉悟吧，哦，这是刚刚追我那一个，解开这个封印之后，就是自相残杀的世界啦。哎，来吧，用回忆灯让你们自己，让你们想起自己美好的才能吧。哎，这是哆啦 A 梦的梗吗？这次美好的故事就真的要开始喽。哆啦 A 梦的梗。回忆灯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有回忆灯？拿麦。今天我觉得至少要玩完第一章，苏醒的超高终极。我真的觉得超高校级会比较好听。哎，是从这边啊？啊嘞？咦咦？哦，我真的觉得 女主角超正的，有点想要收集她的 PVC。可以在拍影片的时候会看打字吗？会。啊啊！痛痛痛痛痛！不过多亏如此，我终于清醒到足以陷入混乱的程度了，这是好事吗？欸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我揉着微微刺痛的额头，心想：欸，这绝对会肿起来。同时环视周遭，嗯。哦，没错，我身处一间教室，不过这间教室对我而言完全陌生。这里是哪里？然后他有配音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抢了你的配音。啊，难道我是在做梦之类的？啊，才不是呢。等一下，我把 SK 关掉。于是我边捏了脸颊。但是这除了让我额头，为什么捏脸颊是额头痛？哎呦，他这里有 bug。我让混乱脑袋全速运转，企图回想至今发生的事情。不会说企图，也就代表我还是能办到的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哐啷！我身边的另一个置物柜突然剧烈摇晃并发出声音。
哦，沙林游戏怕怕怕屁哦！里面出来的是一个人啊，这位大哥，你喝多了？他的意思好像也不太清楚，用特别缓慢的速度抬起头来，然后，我喝多了。喂，你现在太没礼貌了，好像把别人当成怪物一样。哎，抱歉抱歉，我也很混乱了，完全搞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情况。不过正因如陷入混乱才要恢复冷静，这种时候就要靠萨蒂的吉哦，萨蒂哦，应该是音乐家的名称，吉诺佩蒂啊。在脑中回想起那带有忧愁的独特旋律，让心里平静一下，这个一般人是不太可能做得到的。哦，早安熊熊，这好可爱哦。熊的布是怪物啦，这次你可以更吃惊一点。这才不是怪物啦，应该不是啦。他刚刚应该不是在对黑白基德说话吧？再说我们是怪物太过分了，会说这种话的人类心灵更像怪物啊。嗯，如果要我说的话，一只会说话的熊在我面前出现，我应该是会怕啦。不过就算是派入怪物也是很漂亮的怪物，我觉得黑白分离长最丑。我也觉得，毕竟我很高兴能生成这副模样了，一出生就是胜利组。你是哪里的成名看到你是胜利组？为什么是胜利组？这怎么回事？他们为什么在说话？这不是布偶吗？蜜们不是黑白熊仔，而是布偶。黑白基德，你话讲反吧？布偶不是蜜们，是黑白熊仔。啊，越变越烂嘞！哎，黑白熊仔，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这些会动还会说话不？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啊？当我这么回答时，那些支持黑白熊仔的物体面面相看，太棒了，非常成功！我放心了，一时间还很担心啊。那个粉红色奶罩，真的。那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真的完全搞不清楚状况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就和我们把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吧。不会是黑白太郎，好可靠啊！简直像面对国小六年级的国中一年级的学长一样，很废，还是很废。意思是根本不值得期待吧？所以呢，你有什么问题？虽然想问的事情多得像山一样高，但总之，这里是哪里？看起来好像是学校。我跟你说，这里是柴球学院。柴球学院？你说柴球学院，我从来没听过这间学校啊。那当然啊，这是因为替你们十六人建造的学校啊，为了十六人建的。哦，所以有十六个参与人员。没错，这所柴球学院里总共有十六个超高级中级学生。哎，超高中级？你一定知道什么是超高中级吧？就是众所皆知，政府实施特别奖励制度，资优制度中衍生出的称号。顺带一提，所谓的资优就是指天才或精英哦。简单来说，所谓的资优制度就是为了让国家培育天才建立的制度。那很屌欸，16个都在日本。这个制度会赋予有大好前途的学生许多特权，免学费这点不用说，这些学生还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哦，死给哪口欸，还能拿到奖学金对吧？而被自由自主选上的学生，一般就被称为超高中级。谁拿出来？嘿呀！能确评中选并得到超高中级的称号，是全国学生的梦想啊！这一万安哦，那种事情不用解释我也知道，因为我就是啊。但如此，你得好好记住了，不可以再忘记了。虽然难得有超高中级的才能，竟然忘记，太浪费了。哎，忘记是什么意思？吵死了！不要啰嗦了，赶快开始吧。开始什么？这不是很简单吗？就是调查这所柴球学院啊。为什么黑语情况？还要和其他超高中级的学生自我介绍，顺便调查一下。毕竟他们可是要那之后要那个的对手。嗯，没什么。好点子啊，真勇猛啊！所以，哎，他的胸毛有点恶心。哦，拜古曼，好可爱哦，其实还蛮萌的。
のさ。这应该不是做梦吧？我倒还是希望是做梦才好啊。总之得想个办法找出口。哎、欸，所以被选上超高校级的学生其实没有好处哎、欸，整天一直被关起来。而且他们说这里的一共有16个超高校级学生。我应该要先找他调查他一下。那我问你，你应该也是超高中级的学生吗？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？嗯，也对，那，我是醉人中医，姑且是个超高中级的侦探哦。哎呦，他就是那个误切的后继者，醉人中医，中医君哦，你是侦探，好厉害啊！其实我还没有足以自称侦探实际啊。可是被选为超高中级，应该就是他是有相当的实力才对。我只是曾经解决偶然遇到的事件，所以才会被这么称呼。我觉得事件应该不太可能偶然就解决，你可以再更有自信一点啊。希望老皮没拉肚子。老皮怎么了？是超高校级的钢琴家、欸。哦，女主角超大，低罩杯。哦，超中级的高级钢琴家。继续看黑鱼玩游戏啊，真假的？虽然我朋友根本不会叫我超高中级，反而叫我钢琴痴就是了。我以后应该会固定星期五开台，可是时间不一定这样。看他小时候长好丑啊，看他忽然变好正了、啊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小时候长得很丑。这也是天安了。我觉得长超丑的，小时候长超丑，长大忽然变正，他一定中间有去整形。不过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其他超高中级的学生呢，毕竟超高中级的学生分散全国，不太可能轻易遇见。So that's it。即便如此，这里好像一口气聚集了12名超高中级的人呢。大家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？是不是被谁绑架了？应该是被谁绑架了？其实我不记得啦。哎、欸，从刚才我就一直拼命回想，但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啊！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被怎么带到这个地方来呀、啊！但我回顾出来，我已经在那座置物柜里，也没有被谁绑架的记忆，所以说他们是在置物柜里站着睡觉，好厉害啊！简直就像只有那部分记忆被整段切掉了一样。黑鱼，我跟你说，结局是我还不背你黑熊。哎、欸，黑熊竟然来了！host 一下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也完全想不起来啊。不论我怎么回想，自己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都……好像……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嗯，没事，我只是有点头痛、啊。不过现在两个人都想不起来，这应该不太寻常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用担心，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。嗯，陷入混乱的时候更该恢复冷静啊！在脑袋中想想拉威尔的小奏鸣曲之类的，非常简单。谁想得到啊？那是音乐吗？我并不是很了解、啊。这样、啊，那还真可惜。等离开之后，我来教你吧。首先，我们先去找出口吧。嗯，说的对。哎呦，有羁绊碎片哦。哎呦，哦，这个游戏好像有攻略，是不是？就是可以攻略人，是不是？我记得没错的话，等我一下哦。我记得是可以攻略人的，按下 B 的按钮就可以离开此处。哎、欸，我不是接摇杆呢，哑巴哑巴。哎、欸，黑熊用电脑玩，他的选单怎么叫出来？哦，他的转场还不错。我是第一次看黑鱼直播的黑鱼啊，我还不打死你！可以拿内裤，内裤。哎嘞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这个口袋有怪怪的，看才发现。哇塞，有这么大的平板在你的口袋里面，竟然完全没有发现啊！你口袋好深啊！
第一次看黑羽直播，总算有一天能追到你，所以得靠腰你。总之现在身上比较好。嗯，对啊。而且插着按钮就可以使用黑白平板。可恶！我看一下哦，它应该有那个……算了算了，没关系。这里是应该是钢琴教室啊。啊，等一下，这里会不会是音乐教室？啊，打不开。嗯，打不开。明明感觉就是一间为了我量身打造的教室啊。哦哈库玛最感恩哦。又出现了。这也是超高中级的研究教室吧？你怎么讲出来啊？原本想要盛大发表的。啊，这样啊，真抱歉。玻璃心。哎，超高中级的研究教室是指？哦，这也是超高中级的钢琴家的教室，当然也有其他超高中级的研究教室哦。虽然几乎所有研究教室都还是藏起来的、啊。说来一提，这个研究教室上属临时，因为我们来不及准备好，抱歉，我们会赶快准备的。喜好就要等着吧。洗脚干什么？是洗脚脖子才对吧？不，黑白听着真笨的。喂，笑什么？小心蜜像霸凌黑白蛋一样霸凌黑白分你哦。看，黑白蛋有点可怜。拜库玛，哎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选单。看来这里好像是音乐教室没错，但超高中级的研究教室是什么？而且他们还说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房间，是真的吗？我还蛮好奇侦探的房间会长怎样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告诉我，如果这里是音乐教室，那应该就能弹钢琴了。虽然只要离开这里，就能尽情的弹钢琴了。哑巴，哑巴，哑巴，这是什么？应该是哦，这里有人。你是谁？嗯，哎，你应该是超高中级的学生吧？能不能告诉我们？他是不是没有听见？好吧，既然如此。喂，你好，傻小，哎，他是没听到，难怪他其实是一个很精致的人哦。不，怎么看都不是吧？为什么也不觉得他是耳背？你一定是耳背。我一边这么说，一边用食指戳戳他的脸颊，指尖传来有点柔软、有弹性的触感。如果是我，就会做其他坏坏的事情。还是没反应吗？我这么说，并抓起他的手戳了戳另外一侧的脸颊。没想到我竟然会被同时戳两边的脸颊，这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。果然不是人偶，哎，我想也是啊。这么同学，既然你都知道，就别让我做这种事啊。我并没有恶意，只是不希望别人来打扰我思考，所以我就想，如果都不理你们的话，你们会不会就这样走掉了呢？故意不理人，不就是恶意吗？嗯，我觉得明明不想说话，还勉强自己回应，这样更没有礼貌。啊，现在已经没关系了，因为我也想和你们说话。公杀小，哦，好，拜拜。来，进去聊聊吧。那从哪里开始说起呢？晴天八百科，我最喜欢第53集哦，就是美美占卜新娘那期。哎，他竟然有用这个梗。啊，在那之前，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我叫做。哦，是角色扮演。哦，原来是 cosplay 的。哎，是角色扮演家，觉得很意外。常有人这么说，因为我平常很普通。不过听你这么说，好像理解，因为总觉得你身上散发出一种费洛蒙。赤松同学，别说那么像大叔的话。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让别人看我，就是啊。我只是从喜欢重现角色的服装，其实服装有别人来穿没关系哦，真的哦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你还挺严格的呢。不过既然都做了服装，能让越多人看到越好，所以被别人看我是觉得很高兴的。他好矛盾哦，竟然还会有赞助者，这么会是超高中级的角色扮演家？我觉得也不算中二病哎，很怪。应该非常厉害啊，已经相当于社会现象了。
哎呦，你在思考什么？我普通人很在意那边的龙的铜像。哦，他眼睛一边红。哎，真的。哦，这的确，的确是有点怪，就是学校有龙的。哎呀，这是游戏，发生什么都有可能的。我觉得赤松风还蛮对我胃口的，赤松还真是乐观的，甚至有人说我悠哉过头了。不过总是战战兢兢的，也不会恢复朝气啊，悠哉一点刚刚好了。嗯，或许没错，一直消沉也没有用呢。对啊，大家赶快一起离开这里，结束这一切吧。哦，羁绊碎片获得。OK。龙的铜像，调查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是龙的铜像。嗯，你在讲废话吗？就跟哎、欸，你中午吃什么？然后我看到桌上有咖喱，我就说嗯，咖喱。你们是不是学校相关人士收藏之类的？就是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玩过 cos， 所以可以理解白银的想法。真的假的？这个龙的眼睛有一边红一边没红，感觉是之后很重要的关键。哦，有点不喜欢这个操作，有点晕。我看一下哦，北斗内。哎，往那边走。哎，右边跟左边都可以。看一下哦。哎呦，靠呀！靠呀靠呀，吓我一跳。能打得开吗？哦，可以，也太多地方了吧！哦，有人，有人！哎呦，这里好像是电玩中心啊。不过学校，这里是学校吧？学校里可以有电玩中心吗？有一些高级学校，其实学校是会有这种的。这里是不是学校也不确定啊？有拉门呢、欸。这一位，这位很帅的大哥。真是的，实在是个很奇怪的地方啊！还以为自己被关起来了，却连这种娱乐设施都有。我们真的被关起来了吗？出口不在某个地方吗？你们不就是为了寻找出口才找来找去吗？既然如此，你们必须找出结论来。嗯，也对。哦，这位大哥说的话还蛮有深度的。不过，就算真的被关起来了，和我待的监狱相比，这里酷多了。哎，监狱。你不也是超高中级的高中生吗？昔の話だ。都往事了。高校級のテニス選手と呼ばれた星龍馬はもうどこにもいねえ。好帅啊！その慣れの果てだ。哦，网球选手。你说星龙吗？我在报纸上面看过啊，我是你的粉丝，上面写的国外大赛获得冠军，前途。四井的网球选手单枪匹马消灭整个黑手党组织啊！傻小，为什么网球选手要去消灭黑手党组织？还是利用特别定做的钢铁网球，靠着沙人网球把黑手党头打穿啊？哼，只要这么清楚啊 ！Excuse me， 你这已经不是网球选手那么普通的东西了。怎么样？我想自己才能来杀人的人渣，你们作何感想啊？可是你为什么要做出那种赔偿自己前途的事呢？やれやれだな。因为我已经不需要前途了。哎、欸，呀，不，没什么，好像说太多了，真不像我。そんなことより，总而言之，给你们一个忠告，最好别轻易靠近像我这种杀人犯了、啊。原来网球王子都是真的。金龙马好帅啊！好啊，门打不开。原来网球王子都是真的，真的有杀人网球？哎、欸，屁嘞，钢球太夸张了吧？我觉得不科学。哎、欸，看到假面。我不安安。哦，有人，有人！一打开来，我们就被一面的书箱给包围了。哦，这书也太多太乱了吧？这里是图书室吗？
到处都是书呢，是我好像几乎没有整理啊。嗯，又不是这样，我只在想这里是不是原本有别人使用。诶，是谁？不过这我就不知道，总之先调查看看吧。地球仪，哎呦，那个你也是超高中体的人对不对？嗯，是啊。诶，这样就话题结束了，这女生话还真少。不是姑且，你是货物真驾驶的超高中级的侦探吧？那你呢？保姆？哎，竟然是保姆！村川磨机。哎，觉得很意外，我看起来像是不是喜欢小孩的人，嗯，蛮意外的。对，你猜的没错，我根本不喜欢小孩，那你当保姆当屁哦！很莫名其妙，有事没事就凑到我身边来。明明我不是特别照顾人，也没有特别亲切。哎呦，这是傲娇。他的猫嘴我很喜欢，好呛啊，没有特别的意思。我一直都在孤儿院长大，只是顺势被要求在那里帮忙而已。这样就可以当上超高中级，也太屌了吧！啊，话说回来，关于那些黑白熊仔，你知道些什么吗？你竟然不知道，明明是个侦探呢！哎，现在就怪我喽！现在把分散全国的超高中都绑架到这里来，这可是规模相当大的计划，这有道理啊！同学，就凭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，之后就认识了。你太虔诚了，不可能会这么简单。这样还能获得羁绊碎片？这样算有羁绊吗？他明明就很讨厌我们。他走掉了，总觉得他很不友善了，很难想象他是超高中级的保姆。这次别这样说了。这样可以当上超高中级，超中级的名号其实蛮容易拿的。啊，这也是图书室。哎，刚来过了。对啊，超傲娇的。图书室，哎，这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哎，锁起来了，怎么了？这上面只能开一点点，是不是故障了？现在打不开也没办法，去找找看其他方法吧。拿了，获得了。真的是傲娇保姆。嗯，教室，哎，教室 A 刚刚是不是没调查过？哎呦哎呦，有两个人啊！喂，等一下啦！哦，这个人也太可爱了吧！停停下！不要再靠近我、啊。好像有穿白衣服的人在追赶另外打扮很奇怪的人。嗯，没错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情况？等一下啦！那我摸摸你身体，我想和机器人交朋友。嗯？机器人也可以当超高中级。我可是有录音功能的，要是敢说歧视我的话，我会告你们。该不会是黑白熊仔的伙伴呢、啊？请不要把我和那种玩具相提并论了、啊，我不单单是机器人，我叫做希望。哎，好猛哦，超强嘞！机器人也可以，超高校级的、超高中级的机器人。哦，好狡猾！竟然擅自强调自己厉害的地方啊，也让我自我介绍啦。那就麻烦你了。俺は大間小吉だよ。哎？超高校級の総統なんだ。
首脑是什么意思？首脑，既然和首脑两个都相当莫名其妙，那首脑是什么意思啊？有鸡有臭，一点都没有鸡有臭，我是靠电力运作的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一点也不好笑。机器人感觉有点可怜，也是啊，机器人一定无法了解人类的幽默吧？哦，老大是不是？请不要小看我，我有学过上升地的历史啊。虽然我外表看起来或许是个机器人，但我和你们一样也是个高中生。哎，这根本不公平啊！就是我们是机器人工学的第一把交椅，番田乔博士。但博士替我安装了学习 AI， 是类似人类会成长的 AI。所以我刚诞生的时候和婴儿一样什么都不懂。哦，是博士把我视为己出，努力拉爬长大的。哦，そうですか。他教我许多事情，最后还让我去上高中，所以才造就现在我怎么样？和大家没有什么不同吧？哎，机器人有鸡鸡吗？你请你别问这种没头没尾的问题啊！哎，我蛮好奇的。嘻嘻嘻，虽然你明明是个机器人成长故事，却不怎么精彩啊。不过超高终极的机器人，光是存在就已经是超高终极了。那么王马同学，你呢？我也不太懂超高终极首脑是什么意思。哦，我是邪恶秘密结社的首脑。哦，哪路活动？我还挺厉害的，毕竟这可是成员超过10000人的组织啊。然后会被绑架？你说的这是认真的吗？什么邪恶秘密组织？你说呢？因为我很爱说谎，干妈的，讲屁话。不过我是个邪恶秘密结社的首脑，这是真的就是了。或者是真，他一定是光明会的。这么问一下，你的组织叫什么名字？是秘密哦，因为是秘密结社嘛。但是超过10000人，应该是相当大的组织才对。我实在想不到类似的组织啊。对啊，毕竟是秘密结社嘛。我怎么想都觉得很假，你应该是在骗人吧？别管他了，他说刚刚就会一直说类似的话，比我更像个可疑人物。毕竟机器人不是人物啊，所以你当然不是可疑人物。可恶，他好呛哦，超呛的。哎，你生气了，要发射火箭拳。干，我还做不到那样的事呢。哎，哎，哎，那怎么用？什么、啊？真无聊。真是奇怪了呢，看起来真的只像个小孩在胡说八道。哎，刚那个要怎么用？真佩服他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胡说八道，这也是因为他是邪恶首脑。不能发射火箭拳的机器人，根本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而存在。你太霸气了。王妈小真的是王妈小鸡巴、欸、超鸡巴的这个机车。哦，找到人了。这位小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嗨，你们好，你们也是被绑架到这里来的吗？你怎么感觉像是观光客，然后来到这里，然后说，哎、欸，你也被绑架了？看你们样子，好像没有受伤，那真的太好了。不对，目前情况一点都不算好啊。嗯，对啊。那说来，我想问个问题。你们记得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吗？既然你这么问，代表你也不记得吧？果然你们也是一样，你们也不记得是怎么被带到这里来的。如果是这样，那这里所有人都一样啊！啊，你说所有人？我也去问了其他人，但大家都说不记得。哎，我没玩过一二代，可是我知道一二代的剧情，其他人也是这样的、啊。看来我们好像所有人都丧失记忆了呢。不过这太不寻常了吧，竟然会所有人都丧失记忆啊。如果真是如此，就代表我们被卷进一件不寻常的事啊。这位仁兄啊，你的印堂发黑啊。等一下，说说丧失记忆未免太夸张了，我们只是有点混乱，很快就会想起来啊。不对，看要集体催眠还是洗脑，方法应该多的是啊。无论如何，希望我们能早日想起来。哦，真的假的，看到是大人路破就百米冲刺。不然再这样下去，我会被大家排挤啊！排挤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我
不只是想不起来被带来的事的事情，连自己才能也都想不起来。哈啊，哎、啊，哈、欸、哈、啊，真伤脑筋啊！我应该有某种超高终极的才能才对，他有可能骗人。但我却什么也不记得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虽然你们不相信也无可奈何啊。啊，话说回来，我还没说过自己的名字啊，应该不是我已经自我介绍过了，却因为上次也忘记之类的吧？不，你还没说过。我叫做天台蓝太郎。哦，啊，他好可怜哦。哦，真假的，他是绿川光配的，真假的。啊，真的耶！天海蓝太郎，这个人虽然不记得自己才能，却还挺若无其事的。可能就是因为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才能，才若无其事。我这样果然很怪嘛，明明忘记自己才能，却什么都不在意这件事情。哎，其实我反而有点期待哦，到底我会是什么超高终极？超高终极的屎！所以希望我们之后能好好相处，并暂时没办法离开这里。别这么说，我们一定马上就能出去了。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哎，什么意思？哎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可以混入我吗？一点点，超高效级的绿川光，你们哪有人讲这样的？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啊，我只是下意识这么认为而已。谢谢啊，谢谢各位说的好帅，你们才帅，你不用放在心上啊。我一开始以为这个人看起来很爽朗，应该挺好聊，但总觉得不太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啊。我懂，获得羁绊的碎片。哎呦，可以往右走哦，有地图呢。先往左走了，这里有金库。哦，福利社啊！哎呀，打不开。我看一下哦，餐厅。我觉得应该有超高效级的食客之类的。哦，有人，两个人。这是学生餐厅吗？这里的学生餐厅都有，看来这也真的是一间学校呢。他们刚刚说这里是柴球学院。今天是打算玩到哪里？审判还是第一章结束？我想要玩到第一章结束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学校呢？来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这位小姐，我们被关在这里了。嗯，好像是这样。但不用害怕，一定很快就能出去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赤松峰就是我们女主角，那个她真的是非常的那个、欸、向上。非常积极，我并不害怕，只是觉得很麻烦而已啊！难怪你脸也画成这样，这种程度的事情不可能让我乱了阵脚，毕竟我可是魔法师啊！啊，魔法？这么说来好像没告诉你们吧？现在进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他根本是超高效级的乐观主义者。哦，是魔术师啦。啊，是魔术师啦。原来是魔术师嘛，那你一开始告诉我们嘛。嗯，也对啊，毕竟根本没有什么魔法。他生气了。魔法是真的存在的。欸。我就是个魔法师欸。你是魔术师吧？那只是表面上的身份而已嘛。哦，我不喜欢那种会露这样牙齿的人，因为动画用这种牙齿都感觉很蠢。因为某些阴谋，我不得称自己为魔术师，但我其实是魔法师啊。阴谋？你们大概不知道有个叫魔法城堡的团体吧？历年最年轻的魔术师。那就是他们的阴谋啊！
坚称我的魔法是戏法，企图隐瞒魔法存在。那你可以把魔法把自己变出去吗？因为这个阴谋，我以魔术师的身份阐明，我觉得他已经很快就死了。我明明不是魔术师，而是魔法师啊！但没有人愿意承认。啊，好了，别这么沮丧。既然如此，让我看看你所谓的魔法，这样一来我也能相信啊。哎，好主意，说不定你的魔法救救我们，甚至我们飞到原本的地方之类的。魔法并非万能啊，可以做的事情有限啊。这样啊，那反过来说，你能做到什么事呢？例如猜出观众选择卡片或铜板，或变出鸽子。只要我认真起来，把人体切成两半也行啊。嗯，魔术师嘛，完全是变魔术啊，这都是套路啊，骗不到我的。干，这个人一定是智障。我说智障哦，我没有说智障。看来这个人也是智障啊！我正在大声吼叫来提振气势。你们不知道吗？只要大声吼叫，就能突破脑袋的限制啊！为什么这个游戏的女生都怪怪的？哦，有职业运动员会这么做，好像是集中于眼前比赛的方法之一啊。为了让自己随时都能对付敌袭袭击，必须做好战斗准备，就靠必杀星河气道来保护自己。你说星河气道？难道你是？哼，没有错。茶柱转子，还蛮可爱的。何七号一直给我们一种武术家的精神印象，哎，原来这么可爱的女生也会啊！竟然说我可爱，我才不会开心呢！我请别这样说，转子一点也不可爱呢。吸奶昔的时候脸会揪成一团，每次用毛巾擦脸，眼皮都会翻起来。是这样啊，但我觉得你很可爱，对吧，最远同学？啊？哎，这是他小表情。哼，因为转子居然被男死称赞，也一点都不觉得开心啊！男死是指男生的相反，难道你不喜欢男生？别说喜不喜欢，是更基本的问题。只要快要被男生碰到，我就会反射性的把他丢出去，然后迅速制服。哦，受点伤。话说回来，你刚刚说的星河气道是什么？哦，自创门派。干。超高校级，每个都是智障，智障，我说智哦，智障。日本版的秘密宅可以分成展，哎，我刚刚哦这里嘛，餐厅、仓库、仓库有人吗？有。哦，是仓库吗？好大的仓库啊！哎，有一个，我这次最期待的角色，胸部最大的。可我为什么没有啊？有个打扮相当引人注目的女生，不断翻找架子上的药品，发出碰撞声。哎，你在找什么？没事，别找我讲话，你这母猪！才第一次见面就叫别人母猪，玻璃心碎满地。但很抱歉吓你跳，但你这种用词实在……喂，烂老二，你刚刚看了本小姐胸部了？啊？看，这个女的也是智障啊！各位，我们不能打智障，我们要打肢体障碍人智障。哎呀，这也是没办法啦，像你这种人，一辈子都不可能和本小姐这种巨乳美女交往的、啊、哦，所以至少想看看吧。不是，我只是刚好看往那个方向而已，所以真的有看。难道你一样会用这种口气借口说自己只是刚好多拍，只是刚好性骚扰吗？真有够变态！虽然你外表看起来就很变态 ，What the fuck？ 那你帽子就为了遮掩下游的视线戴了吧？那我还不如戴墨镜。而那件裤子也是为了遮掩胯下盖的吧？穿裤子不是理所当然吗？哈哈哈，没事，戴帽子的人全都是变态，这个人怪怪的。你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要管我了，因为什么理由戴帽子都是我的自由吧。哦，熊他，是这样，明明是小肉却恼羞成怒，对全世界抱歉啊。
但是本小姐因为受世界而失去干劲，那可是世界规模的损失啊。哎，你从刚才语气就很嚣张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说这个话是认真吗？你不认识本小姐？她演绎还蛮多的。路肩美兔，这个人我喜欢，喜欢。嗯，我是没听过啊。顺便问一下，你都发明什么？像是边睡觉边打字的方便道具啊，或者边睡觉边看漫画方便的道具啊，还有边睡觉边吃饭的道具也是。他的制造东西也太废了吧！嘿，有妹妹啊？我没有妹妹哦，全都是边睡觉边做啊。我是要把如何才能尽可能边睡边过活当做发明主题哦，这样就还蛮不错的。我以前也做过眼药水型的隐形眼镜之类的，无聊的东西来转换心情。哎，那也是陆健发明的，我朋友有人在用。哼，外行人，那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嘛。干妈的，我觉得他一定有本本，又不能边睡边轻松完成，和你们一样是失败作品。专利也都让给那些企业，所以和本小杰已经毫无瓜葛了。总觉得很可惜耶，我觉得比起边睡觉做系列还要厉害多了。哎呀，哦，啊，你是笨上加笨的笨蛋嘛？这种情况要找东西当然是找药啊。哎呀，你还受伤还是身体不舒服呢？白痴，只要大量吃下药，强烈，只要大量吃下药，效强烈的药，不就会产生看到幻觉的副作用吗？我好想要让脑袋不清楚，碰到这糟糕透顶的状况。这女的真的很糟糕。你在想什么？绝对不可以用药来逃避现实啊！干，黑熊，你不要在那边捏哦！干，这个女生就跟黑熊一样智障。怎么也怎样啊？别把多数人尝试套用在天才本小姐身上啊！反正还是找不到药，也没办法让脑袋不清楚，所以原谅我了，不要再生气了。啊，他很怕人生气啊。俗话说，天才和那个只有一线之隔。没错，像黑熊跟笨黑熊就是天才跟笨蛋的一线之隔，他是笨蛋。但这个人很轻易就跨越了那条线了。哎，听说这个游戏有攻略，我一定要攻略这个女生。而且追远同学又是怎么了？一提到帽子，他就突然生起气来，是不是不希望别人提到那顶帽子啊？我觉得一定是红发杰克送他的。这游戏血腥啊！这里都调查完了。哎呦，走廊深处，哎呦，可以，哦，晴空万里，这是水吗？这个水做的太假了吧？他又喜欢巨乳，对啊，我喜欢巨乳 ，C 罩杯、D 罩杯就可以了。然后前面好像有篮球场之类的东西。这里。这里吗？这里是体育馆吗？打不开啊。打不开，好像进不去这间体育馆。嗯，这位同学怎么了？不，我只是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。奇怪的感觉。就算是近视感嘛，总觉得好像以前来过这样的地方。可以不要跟金鱼讲嘛，拜托、说不定我们其实被卷入了远超过我们想象的严重事件啊。哎呀，在这种情况这么莫名其妙，会有不好的预感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过一定没问题的啦。为什么你能够这么肯定？因为这里可是有16个拥有超高终极的才能伙伴。其实有道理，我觉得女主角讲的有道理。只要和这些伙伴同心协力，无论是什么的问题，都一定能解决的。伙伴，他根本是超高效息的乐观主义者。这样我全部都探索一遍嘞。
这个门也打不开，这是什么？他没讲。どうして？福利社去过了，餐厅也去过了，仓库也去过了，黑白熊还没出来，还没。男女厕，真的，这里肛门没有开的，说现在打开了，哦，这里是玄关大厅啊，这位同学没错吧？这里是玄关大厅吧？嗯，好像是，也就是说，其实我觉得男女主角应该蛮配的。哦，大门在这里，那上面就是玄关，代表从那里就能出去，对不对？不，贸然打开大门应该很危险，或许有什么陷阱。啊，不去当这个心啊！我已经确认过，那上面没什么危险。啊，想问我是谁？也对，先说明这点吧。啊，民俗学家哎，好特别哦。哦，这怎么？真什么事情？真公司事情，那就麻烦你了。会有会觉得 F 太大吗？还好哎。民俗学就是研究习俗、民间故事、民谣等自古流传下来的民俗文化的学问。这个人还不错。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风俗，其中有些不知道由来对吧？比如说753或是劫粪。民俗学都透过调查研究，从思想面解读传统风俗的学问，算是一种探讨传统文化、信仰、风俗习惯和思考模式的学问嘛？这个好，这个人好正常哦。嗯，好像懂又好像不懂，但感觉很有趣。而且这个人穿得也很奇怪，当然很有趣。毕竟这门学问等于是在观察人类啊。黑羽，哈希九。你哈希，我觉得人类具有无限的美啊！我在各式各样的地方看过各式各样的人，所有人包含丑陋的面都非常美丽啊！所以我也很感兴趣，人类在现代困境下究竟会发出怎样的美呢？嗯，这脸是怪人，他一定是光明会的。你的希望破灭的瞬间，或许也是非常美妙的。看攻杀小，这个人到底在攻杀小？我试试看门能不能开。看一下哦。当我打开门迎接我们的是蓝天、刺眼的阳光、舒适的微风，还有栅栏墙壁，两个都是正确答案，那是栅栏也是墙壁。总之是一座大到吓人的建筑，它散发出压倒性的压迫感，就这么耸立在我们眼前。谁说我是变态？哦，他说黑与黑太哦，黑是吗？黑太哦，真的黑太，不对，不只是眼前，左右还有后方都是。那座建筑将我们所在的学校给团团包围了。真的？哦，奥哈库玛是黑白熊仔。你们看到那些栅栏好像吓一跳呢，我可以理解你们的心情。毕竟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牙齿和爪子也都掉光了呢。只是吓一跳，就会出现那么悲惨的症状吗？不过、真的大得不得了，大人这样才配得上镜头围墙这个名字啊。镜头的围墙，一般来说墙壁是用来隔开两个地方的，但那堵墙不一样啊，它就是为了这个世界的镜头罢了。啊？你在说什么？
刚才说什么？嗯，有谁在说话吗？是我在说话吧？看，一只什么东西？别笑了，好好翻译啊！没什么好解释，人家说，人家只能说就这样，所以放弃吧。你们是没有办法离开这里的，道场没有出入口，也不能爬上去或是被破坏。就算是超高中级，也顶多好像能爬上去，大部分情况也都是不可能的。原来好像能爬上去啊！来来来，救救我们！应该没有用吧？你们走屁啊！哦，别再喊了，喉咙受伤了。对啊，不管你再怎么吼，也不会有人听见。你要把你的吉他弄坏了。不会有人听见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你能肯定不会有人听见？你说话。他跟一个完全不会说话的，不是，不愧是黑白的，这种程度完全忽视啊！只有不对人撇开心扉、心胸的你才能办到啊！都是为了秘密产地的霸凌才能制造出这种契机啊！干，不要霸凌他啦！真是的，你们好好相处。如果说呆子，咱们就是要关系很差，才算配得上黑白熊仔啊！到底是怎样啊？你们还有这所学校到底是怎么样啊？但是你们几个要自己去调查，靠自己的双脚、双手、双眼去调查吧。不过调查的时候要小心脚下，因为这所学校还在施工呢。哎，哦，真的耶。不应该是正在改造原本废校的地方。无论如何，施工很快就结束了。我们会把放浪铁金刚司令改成自动操作模式来动工。原来放浪铁金刚是用在这种地方啊！放浪铁金刚的设定是飙车族凑称的土木工人，还是个无法舍弃歌唱舞蹈梦想的人夫哦。好棒的设定，好帅气的设定。机器人有需要那种设定吗？他真的前座置物空间排满着电玩中心假的娃娃，而方向盘当然是豹纹的，对吧？为什么要在？哎，为什么要在那种那个什么车子加这些无所谓的设定？太酷吗？佩玉，你有缺东西吗？有，我缺电脑，缺钱。很奇怪、欸，到底是谁？谁关的？哎，豆内，我看一下、哦，这里我可以连接到后教室、欸。哦，这有人。嗨，你好。真是真佩服他们能盖出这么大的墙壁耶，真的莫名其妙。那么我们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如果就这样出不去的话，那是上气话嘛？哎，比如上气话或是抱怨，这可是会变成习惯。哇、哦，这个人好正向啊！而且和无限的宇宙比起来，那种墙壁根本微不足道。有道理耶。哎呀，这么说我还没自我介绍啊。哦、真的假的？他是太空人。电脑我可以给你吗？黑羽，我说真的，真的假的？怎么样？我是太空人哦，很厉害吧？有，我刚才已经很惊讶了。这个吗？我没有去过外太空，不太清楚最近是什么样的地方。嗯，我想也是啊，因为外太空普通人不是普通人随便去的地方啊。哦，请让我尊称你白田哥。虽然是太空人，但也还在受训啊。哦，这样啊，原来是训练生啊。不过我是第一个十几岁就通过太空人考试的呢。那个把火神焰观众那个不要再尽量不要再开台，既然是讨论游戏的事啊。但话说回来，要参加太空人考试需要大学毕业资格，一般来说我连考试都没办法参加。那你是怎么参加考试的？我有朋友手和脚，所以就请那个人帮我伪造各种文件。啊，傻小，根本就是犯罪啊！嗯，结果被发现吃了很多苦头呢。不过上面人觉得我很有趣，
所以还是录取了。当然一方面也是为了我成绩，因为我成绩好嘛。真是太乱来了，如果不这么乱来，梦想是永远都只是梦想啊。我哪能等三四年那么久，就算快一秒也好，我想尽快飞向太空啊。你好有活力哦。嗯，就跟周遭的人一直说不可能，我也从没有放弃过啊。别人说只要没有自己设下极限，极限永远就不会存在。哇、哦，好正向，没有墙壁是无法跨越的，那道墙也是一样的。有什么好方法吗？问题不在那里啊，没有问题就在那里啊。这个人还不错，很正向，还好玩吗？我觉得还不错。看一下哦，自送风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样？哎、欸，哦，有了有了。胸围68还好，胸围77还 OK， 胸围88不错不错，胸围83还 OK， 胸围99。我要去找他本本，胸围80，为什么？算法不一样。哦，死给哪？还有谁没看？还有一个人，两个，还有三个人还没找到。还有三个人没找到，这里是哪里？这好大哦，这里好大、啊。哦，有了，找到人了。许多门比邻排列，仿佛要包围这座圆形大厅一样。哎、欸。哦，居然这里是哦家哦。哪个活动？我真觉得他们吐槽很智障啊！在你遇见上大号也太狠了吧，超脏的。应该是住在这里。哦，对啊，应该是个人房没错。我吃点水果，你先看一下。会觉得读高中难吗？蛮难的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位。看不出他们的目的呢？嗯，什么意思？如果是为了赎金和监禁的话，不需要这么广大的设施啊！而且他们也不打算对我们下毒手，甚至还相当善待我们。他怎么想都明白绑架我们犯人有什么目的？哎，真的，这的确，这么说来的确没想过啊！把我们聚集在这里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哎，这的确有道理。对啊，把超高中级的学生聚集在这里，如果只是玩玩的话，还算可以讲过去。我、哦、是女仆哎、欸，她是我喜欢的那一种。哦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哈斯哈斯，竟然是超高终极的女仆，好有趣的才能、啊。等一下，我有听说过东条展美啊，好像是个才智过人、运动全能的超高级终身啊。因为他的工作实在是太完美了，所以广受好评，无论什么委托都一定完成。所以我也可以委托他做一些羞羞的事情。不是什么委托有点言过其实。之前曾经有人委托我消灭国家，但实在不可能，所以我只能拒绝了。消灭国家。
他的女仆好猛啊。东条咱美不错不错，我没有自己想法或愿望，实现大家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，这就是女仆。哦，拿了好多好镜子啊，这个我可以，我要看一下，我想看他是多少罩杯。东条咱美啊，八四，还好还好。哎哎，存档键是哪个？哦，系统这里，先存档一下，以防万一。哎，续章就会超久的。好，撤。哦。看一下哦，躲哪里好呢？哎，这里是什么？哦，没有，那里过不去。这里可以左转，然后可以一直……哦，真的太大了吧！这游戏也太大了吧！哦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！哎呀，他感觉很像第一代那个小樱。哇，这个人感觉好可怕，身材高大，而且全身上下都肌肉，你一定是馆长的儿子嘛？可以打到偶像吗？哎、欸，啊，为什么都掉血？因为全台外表很漂亮，第一次见面都不太敢跟我说话。哦，拿了活动。哎、欸，你在家？嗯，我来开台。没有。好啊，等一下在那里。我觉得好玩啊，所以我要很绅士地道歉。谢谢你跟我说话。哇，这个人很边缘啊，很像浩浩。虽然觉得看起来很可怕的，但实际上好像不是这样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得先自我介绍。哦，哎，他们这一次的超高中级都很奇怪。昆虫博士，哎、欸，你是全泰同学、啊，连名字都很可爱、啊。哦，害羞屁哦，干不行，我无法。对你很吓人，对你非常吓人，你超吓人的，又喜欢玩虫，哼，我瞧不起你。啊？跟狼生活，跟狼生活，好猛哦！而且重点是，他跟狼生活，他还可以就是会这么多语言，他也很强。哎，连只昆虫都没有？难道说你也喜欢昆虫吗？你喜欢什么样的昆虫？你喜欢它什么地方？你讨厌昆虫吗？哎，你讨厌昆虫吗？干！我超喜欢的。干！哎，等一下，各位，我先解决一些问题。发火神宴没有，刚刚所有人都是在讲你说不要一直洗，就是你，假如你问一个问题我没有回答，你就不要问第二次，对。然后还有 LIEW， 那个你要问我其他问题的话，你可以私密我粉算了，不用在我开台上面问 ，OK？ 吓我一跳，哦，太好了，我还以为巨人同学要被杀了呢。其实我有点害怕昆虫，好可怜啊，被逼迫喜欢昆虫。哎、欸，这是啥小？
忍者石像哎，也太突兀了吧！这应该会有人，有，果然有。哎呦，黑肉，黑肉。哎，这个人不错。啊，是美术社员呢、啊。哦，他还真有精神哦，没有没有，比不上你啊。因为往负面思考也没有用啊，必须开朗有精神，快乐地活下去，有道理。哦，导致神随时，导致神明随时在安琪身边呢、啊。啊，这女孩真虔诚啊！啊，原来是夜影的好朋友啊。安琪擅长的是绘画还是雕刻？哦，两个都会。不过安琪只是借助身体，实际上画画、雕刻的都是神明啊。哦，原来你也有信教啊！当祭品。啊？哪里放心啊？会死人呢、欸？我吗？不会痛的，赶快过来吧！就等会。这女孩真的还蛮奇特的。我今天应该会直播到第一章结束。哎、欸，钟声哎，郑同学，你看那边的一幕。哦，还真可爱、啊。等，那个黑白蛋在喝什么东西啊？好的，让大家求了，熊熊。这你们来啦。就是这样，你们请你们几个来体育馆集合吧。开学典礼终于可以开始了，这总算做好准备了。我也说话顺序颠倒嘞。そうですか。体育馆开学典礼，不去也不行啊，其他人一定会照办的。啊，虽然有点不安，但只能过去看看了、啊。Go。哎、欸，刚那个女的艺术家不见了，她已经去了。哎、欸，体育馆真的是万恶客源。对，那个像是诚如神之所说，也是在体育馆。真的，学校的体育馆都不是好东西。日本人超喜欢在体育馆做一些就是残忍的事情。哎呀，哦。全部到齐，其实还蛮那个壮观的。这么一来，十六人就到齐啦。哦，十六个超高终极的人气体育场还挺壮观的。啊，说明你也只有现在能说出这种悠哉话。既然事已如此，只好回归虚无。嗯，那接下来做什么呢？我可不想做麻烦的事呢。傻小，你看傻小。那个梦也是超龄少女对吧？你很会用厉害的力量对不对？是，不是超龄是魔法哦！啊，好厉害！请勿务必让转子把你的技术融合在星河气道。Excuse me， 星河气道是怎样都行吗？原来星河气道是什么都可以加啊！接起来会很累啊！你很怕麻烦了、啊，好像录完了。有什么危险啊？我害怕了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我觉得他真的是小鸡掰。神明大人会保护大家。原来没问题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他已经是光明会的人。你们脑袋都是装鲜花绿叶是不是？小心我拿除草剂摘掉。别担心啊，这里都交给我吧。哇、哦，好靠谱啊，大哥。白天哥，交给你了。嗯。啊、哦，龙哥，新哥，你们仔细听有没有听到什么？哦，类似机器人动画的引擎声，好像有。哦，
哦，你们看了那个侧乳，没事。白鹰方也太怕了吧！哦，全套还蛮 man 的。这些怪物是什么？你明明摆出打架的姿势，为什么你的眼泪跟口水还有鼻涕都到处喷啊？哦，竟然是超帅的！这是高机动人形杀人兵器放浪铁金刚啊！设定越来越多了，哎，真的设定越来越多了。怎么样都好，要杀先从丛林开始杀本小姐最后一个。哎，小梦远，快跑吧！但是我听见刚才的话，你要担心我呢。好好呛哦！哎，刚刚不是有人说要把他们全部破坏吗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东西啊！大家冷静一点，没需要那么划算。如果他们想杀了我，早就动手了。也是啦。哎呀，这位同学直觉蛮敏锐的哦。为什么不拍 Pokemon 去了？我会拍哦，我从这一季会拍。安安哦，那件事就是……哦，黑白蛋终于说第一句话，自相残杀哦。黑白蛋，你怎么说蜜瑶说的话？哎，请等一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如果我没听错的话。啊，又说啦！可恶，蜜生气了，蜜儿要放了铁金刚把黑白蛋打烂。真是，不是请念后的时候啦。对啊，要是请念的话，我就要放了铁金刚把请念后的人打烂了。为什么连黑白蛋都要加入啊？既然如此，人家就把你们四只一起打烂哦。四点斩都变成目标了吗？他们真的好。好不相处啊！可是他们是会死的东西吗？看，他们四个也太智障。我也觉得没问题，让他们自相残杀，或许是刚刚好啊。哎，吉旺说不定很强。是哆啦 A 梦的声音。可愛い我が子たちよ。醜い争い合いはやめるのです。怎么听起来像是神之心、神之声？そんなこれは。お父ちゃん。啊，竟然是爸爸。你也太流口水了吧！不行，我觉得他还是很丑。原来你没有爸爸。哎呦，要来了！好久没看到他了，哆啦 A 梦，我们欢迎哆啦 A 梦登场。哆啦 A 梦，大家好，我是哆啦 A 梦。刚刚的羽毛是怎么回事？僕こそはこの新世界の神であり、そして最終学園の学園長。哦，对，他是校长，没错。そう、モノクマだよ。お前ら、はじめまして。はじめまして。哎，好久以前的声音啊 ，BGM， 爸爸像神一样的登场啦。所以说他是他们的爸爸，那妈妈是谁？啊，已经有一只黑白熊就已经够麻烦了。哎，长的夸张的序章真的很长啊！啊，原来第一座序章纳入后头，难怪第一座序章很短。我觉得他们都是智障，智障啊！我想跳过这一段。
还有超级黑白熊、超级黑白熊二、超级黑白熊三，还有最后超级黑白熊四的版本啊。明明就生气了嘛。哭啊。傻小啊。干你小高，那个你们小高是这个、作者，你可以不要把黑白熊一直乱加设定吗？这样真的很难去破这个剧情哎、等一下。是不是那个吗？先烈に思い出した。ブギギ、さすがはお父ちゃん。引き出しが広いぜ。不好意思，看看就好，看看就好，看看就好。而且各位有个重点是，这六个配音员是同一个配音员。可要是有可爱黑白熊仔，反而会起身嘛？才不会嘞！又出现了新的布偶，对啊，欸，黑白熊到底是机器吗？还是某种外星生物？那是充满绝望和疯狂的不祥布偶。对，他是柴球学的校长啊。干你小高。欸，所以是机器人，也是 AI 机器人，自律型机器人。哦，哎，又要来那个了。呀，呀，可能因为有点老套，所以再说一次有点不好意思啊。但我要让你们这些拥有超高中级的学生才能自相残杀哦。哎，让我自相残杀？请别开玩笑，为什么我要自相残杀啊？哎，难道你们不想吗？当然不想啊！但你们刚过柴球学院应该很清楚吧？学校周遭被巨大的栅栏包围啊，没办法逃到外面啊！而且只要有高机动人形、杀人兵器、放浪铁金刚，你们就没办法违抗我们了、啊。也就是说，你们的杀生大权都掌握在我手中。可是这也很奇怪，一代的时候并没有这种东西，可是他还是可以随地的杀那些人。意思就是不想被杀的话，就乖乖照你做了吗？谁说你是伙伴的、啊？やだな。因为这个才不是伙伴呢、啊，你们企图夺走彼此的性命、啊。敌人哦，敌人，我们是敌人。这不是爸爸那么惹的一个态度，就太值得学习啦。明明开始火大之后，殴打了黑白蛋来纾解压力才行。我真的觉得黑白蛋真的很可怜。他说：“跟你啊，关我屁事。”没人会死，游戏谁要玩啊？没人会死，游戏才要玩吧。哎，黑粉，你最好压抑一下那种可爱的个性啊！少在做那些没意义的闲聊啊！我们有事情想问了、啊、哦，新哥讲话，新哥讲话了。我们要怎么自相残杀？你会给每个人武器吗？也是啊。不是那个样子哦，即将在这所柴球学院上演的自相残杀，是根据知性和舆论性的自相残杀。哦，班级审判哦，所以就跟以前一样。哦，貴様らの間で殺人が起きた場合、全メンバーが参加する学級裁判が行われるんだよ。没错，就是一样是投票制。我们要找出凶手是谁。这样。得投错了，好像大家都会死。さ、殺人を犯した黒だけがお仕置きされて。
しただけで黒くて吐きそう。やっとる。殺人を犯した黒だけがお仕置きされて、残った他のメンバーで共同生活を続けるっちゅうわけや。ただし、もし学級裁判で間違った人物を、好像是把清白人当作凶手的话，会全部人都死亡。罪を逃れた黒だけが生き残って、残った白全員がお仕置きされてしまうんだよ。おお、すげえなこれ。Hell yeah！ これが学級裁判のルールだぜ。那就应该是差不多了。你们说明这是棒极啦，棒到我快对我的儿女有兴趣了。干啥小？恶心啊！对，我也。也就是说，光是杀的还不够，必须在杀人前还能在班级审判中全身而退。隐瞒大家杀人，然后在审判中全身而退啊！到底在圈还是和外面的世界一样啊？不想外面的世界制度真的很完善的，完善到残酷的程度。还有啊，虽然可以想象，但姑且还是问一下吧。刚才说明时提到的体罚是什么？讲白点就是处刑。そうですか。それも外の世界と一緒だよね。罪がバレたら罰を受ける。ヘビアちゃん果然一点都没变呢。もちろん命がけの罰だよ。だって。これって殺し合いだからね。啊，每一代都这样。黑板记得已经会勃起了吗？会啊，硬邦邦了啊！啊，我勃起了，傻小。啊，他吐了，靠，他吐傻小。硬邦邦的，你有吐的也硬硬邦邦的吗？哪里可爱啊？我真的觉得，对，哪里可爱、啊？他给我吐槽一模一样。白天哥讲话啦。哦，这声音好强啊！病态啊，黑白熊。台球学呢？难怪叫有球，就台球。自相残杀的新学期啊，简直就像一场游戏啊！哦，难怪这一个篇章叫自相残杀的新学期，竟然将生命赌在一场游戏上，实在太疯狂了。不过似乎不会很无聊呢。那男子怎么能那么冷静啊 ？JJ。我才不要自相残杀，不能做那种事哦，绝对不参加、啊。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啊，你们不自相残杀，我会很伤脑筋啊。因为你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会待在这里啊。是这个目的啊。至少现在不要随便违抗、啊。不，这样反抗我最欢迎啊！拒绝自相残杀的精神是很重要的、啊。一开始十分抗拒的人，最后能会死。逐渐深陷自相残杀中，所以才有趣啊！不会，她是女主角，绝对不会死的。大家都最喜欢这样了，大家最喜欢这种残酷的死亡游戏啦。不论是不是有点老套，都还是令人觉得有点兴奋、有趣、好玩的不得了呢。而且让拒绝自相残杀的女人几个改变心意，这就是我校长的工作啊！呀呀呀呀呀！好可爱哦！他拥有苗木城的眼神啊，又有雾切的胸部，他一定不会死，他一定会颠覆这个一切的那些东西。他一定会颠覆一切啊！哦。
歌真不错 ，OP 吧。哦，不错呢，いいね。松赤松风，希望东桥展美，青海蓝太郎，绿川光，哦，这个我还蛮喜欢的。醉园中医，为什么又是跌倒？白银坊，白银坊，玉泉全太，茶柱转子，王妈小吉。春光魔春川魔姬真冲刺的太快太快了哦，新龙马新歌新歌哦，百田哥真的很帅，我真的觉得百田还蛮帅的，有点想要收集他的那个 PVC。 真不错，是哟。哎，不是我在讲那个，那是什么？我真的觉得女主角超正，苏醒的超高终极 end。哦，序章玩完了。